你不要这样跪着，不需要，真的，你先起来。跟妹妹说说话。你歉意不是说我跪着，我趴在这里就可以表达，都不是这样子。杜小姐，杜小姐，你怀孕在身，我不希望你是这样跪着的。好，你起来没关系。你要对妹妹说什么？你要表达任何歉意都没关系。但是我尊重你是一个孕妇，我也尊重你肚子里面的生命。好，你起来。你不要这样跪着，不需要，真的。你先起来。跟妹妹说说话。你先起来，你先起来，你起来跟她讲没关系。你起来跟她讲没关系，不需要这样子。歉意不是说我跪着我趴在这里就可以表达，都不是这样子。你现在我尊重你肚子里面的生命，那你站着跟他讲没关系，甚至如果你累你要坐着，你坐着跟他讲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女童父亲强忍悲痛来到车祸现场招魂，一开始没有得到应允，直到说出命不要也要替你讨公道，才掷出连续三个允杯。获得女儿回应，父亲痛哭失声，久久不能自己，令人鼻酸。台南三岁女童跟着母亲出门，行经北区忠义路成功路路口时，遭左转车撞上，惨死轮下。女童母亲重伤送医，经过一天的抢救之后，人已经清醒，身上多处骨折还没开刀。顾不了自己的痛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女儿。伊问我讲：“啊，阮祖囝有较好无？”我个个边讲：“阮祖囝伫别个病，好好啊，无安怎？”所以你即摆说唔敢互知影就对了。我好好的人，佮挡袂掉啊！伊安尼哪有可能挡会掉？而肇事的女驾驶是名孕妇，打电话向女童父亲道歉，说要生一个孩子陪她。伊底下讲，伊生来这个要陪我，要阿陪，我都完全一模一样吗？唔是家己生的敢有效？小小生命却因为大人的过错戛然而止，令人心疼。有民众主动到车祸现场送上鲜花和玩具，追悼女童，让女童父亲很感动。特别阮祖囝向大家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感谢，都让恁对阮祖囝的疼痛。这个十字路口，上个月29号，也有一名老妇人在过马路时遭左转车撞上，导致腿部骨折。对比8号母女遭撞，地点和情况一模一样，两者相差仅仅10天。行人穿越道的退缩，以及增加行人的庇护岛，让在秒数不足的状况之下呢，让行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停留。左转车一而再的撞上行人，光靠提高不礼让行人罚则恐怕效果不大。市议员建议交通部门应该要从交通号志或是改善十字路口设计着手，才能有效解决 A 柱挡住视线的问题。民视新闻林俊明，台南市报道。